大家平安。我是 Jackie 哈。啊，恁叫我 Jackie 就会使哈。咱今日哈讲的这节课吼，足简单嘞哈，啊讲了哈较精彩哦。恁大家，恁讲介客气啦。有时啊，那家己因为我讲两点钟嘞哈，啊恁中间啊有去要变数的哈，家己去了啊，免报告哈。咱这个国家家吼，讲起来的问题是真简单啦，唔过吼要做得到无简单嘞。这个人吼，恁小个熟悉者，反袂歹哦。这个人叫巴罗斯，伊啊是一个葡萄牙的人。葡萄牙这个人吼，这个巴罗斯吼，他很勇敢哦，56岁了。在这个马德拉哈丰沙尔的港口外面哈，买了一个小岛，他将它命名为庞蒂尼亚公国，自己哈任命为自己为王子。伊哈在四年前哈，知影讲这个英国人哈要将这个小岛啊。用25,000欧元哦，佮卖掉。啊，伊想讲找一寡因的朋友啦，伊的厝内人啊，倾钱哦，要佮买来。结果啊，大家拢笑伊笑的，讲你倾这个钱要买一块石头要创啥？唔是这块哦，是这块中间的一小块尔，哦，差不多这块啊，小块啊，一块尔。庞蒂尼亚哦，这个公国伊个大小差不多一间房间遐大尔啦，哦，即卖吼目前伊个居民啊有4个，就是因兜4个人啦，因囝、甲因查囝、甲因太太都4个，哦，啊伊吼家己做警察，家己做园丁，顺续兼公证，校长兼公证就对啦。他就自认为国王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块啦，这块都跟隔壁，这块都小隔壁啊。伊表示讲吼，我会当成为啊任何他想成为的人。如果我想让我的国家拥有国歌，我能自己选，我也可以随时把它换掉。国旗也一样，今天它可以是蓝色，明天可以变成红色。当然了，我只有在这里才拥有这个绝对的权力，才是真正的统治者。而且啊，在这里他不用缴税给谁，他是公民，这点很好。就是这块石头，买下原石之后啊，这个巴罗斯到马德拉哈，就是隔壁那块原石不，进行外交访问。向他们介绍自己是邻邦的领主，马德拉的政府威胁他哈，赶快把小岛卖还给我们哦，不然我不供电给你。他说哈，也许将来我能够用自己哈海边的海水啊自己发电就好了哦，不需要靠你们。我是一名和平主义者，由于这里呀可以免费的旅游，别人每天都可以过来。所以那个人很勇敢的巴罗斯啊，你要想啊，现在全世界所有各国的公民都要纳税，他在那里不用纳，对不对？多赞的啊，这哪一个的国旗你知道？这原来算全世界上税国家的国旗，这是西兰公国。他目前是这样，伊个国旗插伫只西兰公国的王子甲王后吼，伫个只。未来是要建设成安尼，哦，这是西兰公国。伊伫个英国的外海，这样。
伊伫个英国吼萨福克郡吼个外海9.7公里个所在，伫个1967年宣布从英国独立，但是啊，到到即马啦，还没有获得国际上的承认。该国的领土其实就是海上的平台啊，它的名字叫诺涛塔，哦，就是由甲板跟那个一艘船改变而成的啊。它现在的国民呢、啊、有22个人。哎，国旗还放在这里有没有？啊，外口的人哦，全世界的人啊，尤其英国人，拢讲哦，那一块海上的钢板呐、啊，那一块钢板，但是它是国家哦，西兰公国，这就是贝茨哦，阿盖野太太，这在1967年迄阵啊翕的相片，伊还够自己发电哦。啊，若要来遮吼，毋是坐直升机，就是坐船。即、這个贝茨吼，伊是前英国的陆军少校，在1966年的时候接管这个诺涛塔，他那时候46岁。他是一个电台的播音员啊，因为违反了英国的播音广播法规哈，想要找一个英国管辖范围之外的新基地，于是，在同一年1966年的那一年呢，西带妻子还有他的一子一女占领了该地，并在隔年的9月宣布独立，自己成为西兰公国的王子，他的妻子变成公子。现在的相片就是这样，他们也自己印硬币、印邮票，想说买护照，护照是全世界大家拢真爱呢，这是伊的国徽。一摆英国吼，讲要去甲讨回来，结果发生海战。什么海战呢？这个贝茨吼，牵一粒汽油弹，安尼结束战争。而且巴洛斯吼买下马德拉岛了吼，是伊迄个庞德尼亚公国吼。他这个国家吼很小，只有4个人那个嘛，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哦，他还自得其乐哦，他也发了护照，就是官方文件。所以吼，你不要认为人家国家小，没什么好笑的。你们有2300万人哦。你不是国家，你的土地更加宽，你不是国家，人家4个人就是一个国家。所以这习近平在200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去跟天皇买，想说要买台湾，怎么说？他说，现在我们中共留得比较有钱，天皇啊，你可以将台湾跟平和卖给我们。天皇甲因讲吼，啊，阮日本皇家的将来毋捌咧卖物件，安尼所以买无成。本来天皇是无要甲伊见面的啦，爱拜托美国甲安排，啊，咱毋才会知影讲天皇甲印啥。美国甲咱讲讲，天皇人伊都毋捌咧卖物件啊。啊，这吼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啊。中华民国的国旗吼是这支呢。五色旗啊，您可能也不知道，这历史在1911年的时候，他在南京的参议会通过以这一支为国旗，这支国旗用到1949年，1949年的时候就被这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支取代，他这支本来想要再来台湾用，不过吼袂使，因为台湾毋是伊的土地，所以伊要用这支海军旗吼来台湾代替。啊，伫1945年的时候，1946年的时候，看这个改变。伫1912年吼，民国元年迄天啊，南京参议院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。青天白日
满地红的这张国旗叫海军军旗，有没有？所以哈，他是代理美国占领台湾的，这是伊的国徽，伊真正的国歌是这条，唔是这个三民主义无党所宗啦。啊，三民主义无党所宗，伊讲啊足清楚的是无党所宗，就是党歌嘛，对吧？啊，这党徽嘛，所以哈，真正伊唔甲你教。伊甲你加价哈，啊！恁知影这支什么国旗无？这支大清帝国的国旗。大清帝国本来是无国旗的哦，伊是伫个1889年的时阵吼，伫个甲午战争的六年前，伫个留学生吼，伫个美国，伫留学的时阵，那发觉讲，人全世界各国拢有国旗。干那大清帝国无国旗，所以吼奏请皇上用这支啊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。经过六年了，甲午战争的输啊嘛，所以签马关条约嘛，下关条约。啊，这支吼是1912年用到1939年拢啊在用对吧？其实1949年嘛还在用啊，这个哈是1946年定诶定案的，定案以后还没有公布哦，到1954年才公布，这是来个台湾的时候才公布的。伊公布的时候已经是流亡了，所以哈，去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去。根据哈国际公法哈，国家甲国民中间的关系是哈。国家对国民负有保护的义务，国民对国家负有效忠的义务，也就是国家提供保护你，换取国民对国家的效忠。在美国哈，你若是美国的公民，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，你只要是受伤了或是受到侵害了，美国马上花很多钱帮你保护起来。美国就是这样。花再多钱都把你救回来，这就是他要尽到保护的责任，因为啊，你在那边缴税金，啊，你效忠美国，所以美国花再多钱都要保护你。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。美国独立宣言哦，很简单，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，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。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，侵犯人民的权利，人民啊就有权起来革命、改变或推翻他，这就是独立宣言。所以啊，美国哈，他不怕他的人民啊拥有枪支。你只要对我政府不满意，来，你随时可以来改变我。所以美国的政府越来越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只要认为我政府不好，你可以推翻我。这就是美国国家哈，才有签约的能，那个定条约的能力啊。一般的人不可以定条约，一般的人定的叫合同契约啊，只有国家可以定条约。国家开车也宣战，也就是可以战争，不是国家不能战争哦，不是国家只能打架。一般人民啊，如果你宣战了，那变成恐怖组织，就跟现在的伊斯兰国有没有啊？盖达组织啦、啊、宾拉登啊，那种恐怖组织，因为它不是国家，啊、哦，为什么叫恐怖组织？不是国家有武器登征兵，就是恐怖组织啊、哦。人民哈、啊，虽然可以反对战争，但是没有拒绝战争的权利哦。只要国家一发动战争，你人民就是要配合。相反的，人民可以赞成战争，但是人民不可以发动战争。你如果人民都可以发动战争，那不得了，全世界都在战争了。根据1933年12月26号，19个国家在蒙特维多签的一个国公约，叫做蒙特维多公约。所有的公约签都是叫那里的城市的名字，很重要哦，尤其是
下关条约啊，在下关签的条约就叫下关条约，不是马关条约哈。像开罗宣言，在开罗的宣言，签过约以后，那里就变成博物馆。现在那个下关条约签的那个风环楼啊，它现在也变成博物馆啊。像那个开罗宣言，它那个花园啊，也变成博物馆了。这个蒙特维多啊，在这里签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国家哈，包含两个部分，一个主权的国家哈，包含权利跟义务，啊，并不是说只有权利而已哦。一个国家哈，一定要也要义务，跟一个人一样。一个人哈，你有权利，享受权利之前，你要尽义务。所以他在签那个约的时候，他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才能成为国家。其实啊，你的家也是一样，你的公司，所有的上市公司也都一样，全世界所有的公司也是一样，都要具备四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一定要有人啊，你的家没有人不是家哈，全世界所有的公司也一样，您公司如果没半个人不是公司，一定是空头公司。所以啊，人啊是最大的资产，人啊是一个国家上大的资产，也是公司上大的资产，领导啊上大的也是人，其他的厝啊钱啊那都是身外之物啊，人最重要，一定要有大的地方，你不能说你家没大的地方，就算你住在天桥下也是算地方，一定要有一个地址，你公司的营业要有一个地址，国家也要有土地，你这个土地啊，不能一日到晚跟人有纠纷，你家不能一日到晚跟人争这间便所上的，这道墙啊，像的啊，安尼你这个刀吼未安宁。第三吼，你一定要有政府，啊，这个政府爱有效的哦，就敢那你这个公司啊，这个负责人吼，爱有法度管效呢。你的负责人啊，无法通管效吼，你这个政府就变无效的呢。无效的政府变哪啦？敢那咱目前啊，咱无法度扣着税金，就是变无效的政府。但有一天我们开始收扣到税金吗？我们就是有效的政府了，你知道吗？第四点，要有这个外交权。什么叫做外交权？你要有法度人跟你的厝边交往啊。你若讲无法度人跟你的厝边交往，无法度跟菜青的人交往，你就变成啥？你没有办法管理自己，因为人家都不跟你交往。你会夭死呢，你若无跟人交往会夭死呢，菜市也卖菜给你，那个加油站不爱卖油给你，拢你都无法度生存，所以一定要甲国外、甲所有的国家拢交往。所以要做一个国家，一定我来具备这四点，这是真普通的常识。那中国的文化就较无同。吉纳的文化哈，伊讲国家哈，就是有祸了，有灾祸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国家哈，就是在城墙里面哈，杀人灭口，这就是国家，这是中国的社会。当你要成为国家，一定要杀人灭口。他的文字哈，讲得很清楚。因为支那文字哈，就是象形文字，对吧？象形文字哈，一看字就知道。只是我们用了太久，我没有去详细的去看。祸呢，就是灾祸。一个国哈，是古时候的诸侯封地。因为字典顶头呢解释，一个有土地、有人民、有主权的团体，就叫做国。
因个讲吼，普天之下吼，莫非王土，所以吼，普天之下拢是王的土地，所以这是因的观念吼。因吼上爱天下为公，世界大同。啊，你也想看卖哦，领导敢要甲人讲？全世界无人遐戆的，讲阮家要甲人讲，对不对？绝对没有人要跟人家讲的，哦。啊，你呢？全世界都公认的哦。吉纳人哦，不诚实，不干净，不守时，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。啊，谁要跟你沟通？你从来不诚实、不干净。不守时的一个民族，谁要跟你相同？啊，你当奴隶当那么久了，谁要跟你相同？所以哈，没有人愿意跟支那人相同啊。这就是支那的文化的由来哈。从这个符号开始变成甲骨文，现代的汉字就是这样哈。现代汉字，这种甲骨文呢，我符号变成甲骨文。象形文字就是这一点好处，它东夷文化就是支那的文化，支那文化它是象形的文化，象形的文化有一个好处就是字看起来都很漂亮，因为跟画画一样嘛，所以看起来很漂亮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叫它支那？其实中国就叫做支那，古时候开始就已经是了。连孙中山他都自称为支那，这是孙中山先生哈，伊讲伊的国父啊，伊写吼日本的批，讲拜托日本这个人哈，这首相阁下支持支那革新，以救东亚为己，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，啊，这就是。迄阵爱写吼日本的，讲拜托你支持阮支那革命，他都自称为支那。古时候哈，佛教也经典来对啊，对大唐帝国哈都叫做大支那，啊，因家己叫因印度或者中国，所以哈佛教因。看这个本位主义的是讲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中间呐。所以在今麦的佛教传来个中国了，他们也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了。其实哈，真正的中国是印度了。啊，印度称大唐帝国叫做大支那。这是孙文哈，一种要写一张批无。啊，下面有这支那。支那哈，就是为 ceramic 翻过来 ，ceramic 的是陶瓷啊。陶瓷哈，这瓷器会烧瓷器的地方，通通叫做支那。这里叫外支那、内支那、南支那、印度支那、交扯支那。这里还有一个密支那，耶嘞，缅甸呀，我们这里密支那。所以家拢也要烧的灰啊，拢叫做支那。啊，支那就是 ceramic 了。这大宋帝国、大宋帝国迄阵的地图，迄阵台湾叫做琉球。啊，这宋朝的时阵，大宋帝国的时阵，伊开封伫遮嘛，对吧？啊，开封迄阵啊，叫这西夏，这边啊，这鞑靼人哇，大理国、西藏，啊，这东土耳其斯坦。啊，女真人就是满洲人遐嘛，对吧？支那的文化哈，崇拜一个情形就是安尼，足歹学的，个使用不方便。每一个有读写能力的人哈，小时候都必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哈，在抄抄写写和辨识生字上面。我们都记得哈，小时候唯一的功课就是写一行行的生字，抄一句句的那个例句。还有这些课本，这些长时间靠代价的学习啊，没有多少闲置的人，农业人社会哈，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，难怪支那哈文盲占特多，
而有机会学习识字的往往都是上阶层的人，有没有？当官的啦，哦，有钱的啦，以前都是文盲比较多嘛。经过五四运动中，白话文的推广，吉纳尔文盲啊，到了1949年，也就是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文盲还有80%，所以中文是很难学的一种文字。全世界最好学的文字是什么？英语。哦，英语上好学，安怎讲？26个字母尔，拆开咱逐字拢捌，对不对？足简单诶。你看这你安怎拆？你偌敖拆？搁较拆，你自细汉就是爱一抄一直抄，一直写一直写，写到大学你嘛还搁咧学。这10几字吼，每一字拢100几字哦。这里义啊，字必立，这每一字拢100几字哦，共音的啦。你若讲你讲个叫做阿西吼。我这阿西啊，你要敢解释你是倒一字西啊？无人叫是你讲溪水的溪啊。哦，所以每一字吼音同款的足侪，这100几字的就11字啊，其他同音几落10字的吼，还佫足侪。所以中国字足歹学的。中国字吼，伊毋呐歹学呢，佫有毒。安怎有毒？伊创造文理的时阵就毒啊，所以吼毒，恁食几落10年来无感觉是毒啊。因为毒安怎来？对初创的时候就有毒了。跟女孩子在一起的话，没有一个是好字。你家己理店登一遍啊，跟女孩子在一起的理哈，没有一个是好字，唯一比较好的哈，讲这个好了。跟孩子在一起才会好，跟男人就不好了，跟男人才好了，对不对？跟孩子还要累死人，还要喂奶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女孩子呢？如果跟扫把在一起才成为妇人，3个女人就变成奸了。接下来你立女叫做妾了，女孩子扛着那个盒啊，就变伪了啦。所以跟女孩子在一起也没有一个是好字。尤其啊，这个讲女孩子越少越妙，你敢对？啊，女孩子呢越少越妙，咱都等见伊啊。女孩子要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那女孩子越少越妙。所以这个文化有毒啊！啊，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。中国的社会祖国一来你女孩子只要在房子里面才安全，出了房子就不安全了。所以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。你只要出了房子你就不安全。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是这么不安全的？以前中国人只要弯着身子进到你的房子就是穷了。不管你的房子多小，你只要弯弯的身子弓着身子进你的房子就是穷了。你看恁即马更加惨，恁讲恁足好个，每一个都欠银行的贷款，人家那个穷人进自己的房子还不用还贷款，房子还是自己的呢。对不对？看你现在有多散。中国它的文理毒就是在这里，只要讲出来的话也没有一个是好字，说不好话啦。中国话这些只要是言字旁的也没有一个是好字，因为他们不会讲好话。所有的言字的话边啊，都没有一个是好字的。200几字哦，没有一个是好的。唯一现在一个比较常用的这个，好像是最好了，有没有？嚯，今嘛 Facebook 顶头上爱赞，规工拢咧起赞，起拢未完。嚯 ，Facebook 一看了，有够济啦，起拢未完。不过啊，这里嘛拍你，安怎讲？
你要得到人的赞进前吼，爱用先用钱买啊，先用钱买人的话才会赞啊，安尼即个敢赞？一点啊都无赞。甚至讲这个字呐，这个笔画呐，不写完吼，一点都袂赞啊，对不对？这写完吼，手酸啊嘞。所以吼，中国的文化是有毒的。啊，你有毒的时阵吼。咱唔通讲食毒食惯死吼，就讲无要紧啊啦，反正就拢安尼过一世人啊，爱改，慢慢啊改，连讲咱即种了做一改拢个改过，吼、哦。因安那甲你讲，自细汉你若出世了，就甲你讲，那你想畜的啦，想牛的啦，想狗啊，想猪的，想鸡，恁是禽兽啊！自细汉就甲你讲，恁是禽兽，哦，禽兽。逆来顺受，把你抬落，你嘛袂爱，一点啊都无记得。啊，查某人搁较惨，查某人讲安怎？哎，嫁鸡随鸡啦，嫁狗随狗。看你偌可怜，敢会当嫁鸡甲狗尔啦？所以哦，查某人伫中国的社会是一文不值。叫他某叫安怎？老婆啦，黄脸婆啦，孩子他娘啦，卓鸡啊，贱内啦，这种查某人的称呼，都要较高级的遐皇帝吼，这叫啥？皇帝叫他某的名叫紫瞳啦，官员叫他某叫夫人啦，秀才叫婢媳、婢嫂呀，比较尊称的叫太太、夫人、太座，啊，剩咧一般人啦，拢这啦，啊，人外国安怎叫？我告讲 ，Honey 啦 ，Angel 啦，水哈，对不对？多棒！那个叫做老婆，一点啊都不可爱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 Honey 啊，多棒啊，水哈，多棒啊！那得要叫老婆，小学看外国的嘛，对吧？咱那一定都要做禽兽，那我们做天上的星座，无做好诶。都要去做饲牛，迄过到猪，爱做猪，恁才会欢喜，足奇怪。所以吼，伊个文化是有毒个，自细汉甲恁教好恁习惯，啊，恁就是禽兽共款，哦。所以甲你教恁爱友好，要孝顺。当然啦，孝顺是无唔对啦，唔过吼，伊甲你教好你孝顺的对象哦，扩及无限。爱孝顺谁？要孝顺皇帝，要孝顺官员，孝顺父母。其实哈，你孝顺你的父母，孝顺再多都没有用啊！为什么？你没有爱，孝顺再多有什么用？你一点都不爱你的父母，你孝顺再多那都是假的。一定要有爱，全世界人都在教爱。没有人在教孝顺的啦，爱有很多种，你跟朋友之间也有爱呢。哎 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 哈，讲了足顺的。不过人因国外爱好你分辨好清楚，父母之间的爱、父女之间的爱、朋友之间的爱，还有呢，上司下属之间的爱，所有的爱你自己要分清楚。这就是中国的社会，对他们土地一点都不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若赚到钱了，我就移民就好啊，无爱住中国。因的观念就是安尼，所以吼，这样，因这拢有毒的，拢垃圾。因对因的环境哦，一点啊都袂保守。因为吼，因只要有钱，我就移民的，对吧？在1978年底美国跟中国大陆中国建交的时候，当时的总统卡特访华会见邓小平的时候，卡特评级中国大陆限制人民的自由，包括言论自由跟行动的自由。邓小平马上跟他讲，你想要我们中国人拥有自由，很简单，我可以自由的让他们去美国，你呀需要多少？1000万够不够？还是2000万？
卡特哈马上闭口不谈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是有毒的。两千零十一年那一年啊，中国人哈，干吃泡面吃4250亿包了，一个。啊，你看人家当作这些，当作正顿在吃，因为哈太俗个，一包泡面20几块解决一顿，伫个中国反正免20几块，所以哈足好食，拢收水油做的。足香的嘛，对吧？地沟油更加赞，所以吼、哦，食足出的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吼、哦，伫上任的时候呢，伊拢啊常常强调儒家思想吼、哦，传统的文化的很重要，他们要协和万邦啊，所以啊，这些传统的观念吼、哦，儒家思想非常的重。中国的学者还强调吼、哦，中国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礼仪之邦哦。但是呢，同时中国在周边的海域跟邻国主权的纠纷不断。中国方面坚称哦，这是保护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。下面有对自古，自古哦，归台湾那么我阿公的土地，安尼自古讲的啥？古早古早，阮祖先啊，归台湾那么阮的。未使用古早，古早未通过。即习近平伫就职一讲啊，诶，即嘛满洲文有无？所以伊毋是汉人呢。你不要以为他是汉人呢，他讲的是满洲话呢。满洲话是北京话呢，也就是讲即嘛讲普通话，对不对？盘古开天地，女娲补天。夸父追日，后羿射九日。安尼规个天地唔得容忍中国人诶，自古嘛，盘古开天地嘛，安尼所以天跟地都是你们中国人的嘛。女娲补天，天空整个天空都是你们中国人的啦。太阳也是你们的，这个哈、啊、后羿射下九日，剩下一个太阳在天上哦，所以这个太阳也是你们中国人的。连嫦娥奔月哈，连月亮都是你们的。吴刚啊，还在月亮上面伐木哦，还有月亮上面的兔子还在捣药呢。所以这个月亮绝对是中国人的。封神榜上面的神哈，还有齐天大圣啊、天蓬元帅啊，还有那个杀不干净的那个，通通是小说人物呢。啊，恁个动作这真的哦。盘古开天地，整个天地都恁的啊！唔过钱那人拢信呢，钱那人拢就是讲孙悟空真正的呢，第八个那是真的呢，那是小说了哦。你们要记得那是小说，不要以为真的有孙悟空这一大号的人物哈，假的呢、哦、所以啊，因做好给恁改无。祖岁很的概念，做好唱歌，唱这《龙的传人》，对不对？这条歌吼，我唱嘛，最好听哦。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好听对不对？那是因为咱台湾话才会这么好听。咱台湾人唱歌很好唱，因为吼，因吉那人吼五音不全，啊，咱台湾语吼八音，所以咱台语吼咧唱歌足好听。吉那人五音不全，恁讲恁龙的传人哦，足好听对不对？你甲恁骗的啦。尤其是女孩子，男朋友要追你的时候，当然是甜言蜜语啊。
对不对？所以哈，他骗你们，为什么？很简单的道理嘛。以前哈，只有皇帝是龙的，龙的儿子啊，才叫龙的传人啊，龙子龙孙才叫龙的传人啊。一般人啊，你说你是龙的传人啊，皇帝马上带你去砍头啦。什么龙的传人？我的儿子才叫龙的传人啊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嘛。所以你们龙的传人啊，我别给你们骗啊、哦。黑眼睛、黑头发、黄皮肤，这种龙的传人哦。啊，刚才日本人、泰国人、越南人，这黄皮肤的拢龙的传人啊，有什么稀奇的？其实啊、哦，是龙的奴隶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跟你讲，你是龙的传人后，你就足欢喜的。刚才真正是龙的传人啊，从来不是龙的传人哈、哦。因为这强国龙。强国奴的是龙的奴隶，这在蒙古哈，真正龙的传人，龙的传人是蒙古人，因为因的吉祥物就是龙。在内蒙哈，也乌拉特前期这样哈，乌梁树海这个渔民呢，王二龙，抓到这尾龙，伊讲叫做真龙，嚯，马上连夜送往北京。不过这真的假的我就不知道了，这是网络顶头的帝王才能自称为龙真龙天子嘛，对吧？你敢会当讲我要做龙的传人，就可以做龙的传人？不可能的。奴才做太久想要早死，你就会说你是龙的传人了。在黄梅调里面有梅龙镇里面酒店的名字就叫龙龙凤嘛，对吧？皇帝就随他说啊，你的店名叫龙凤就犯了欺君之罪啊。皇帝若要给你办就是死罪了，很简单的道理嘛。事实上哈，吉纳的文化对这些学出来就一看有了，因这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里面学出来啊，通通是猪啊！他们是龙的传人哦，其实是猪的传人、啊、我拿证据给你看，这个只是物证而已的、哦、真正的证据在这里。这个是屎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有这屎，屎就是代表猪肉的意思了，就是猪的意思了。啊，什么叫做家？他的字典解释就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叫做家。啊，你的家里面通通是猪，啊，你跟他说你是龙的传人哦，猪的传人才对哦，很清楚啊，他字就是象形文字嘛。家哈就是祖庙了，神庙，因为专门来拜爹嘛。他的文化就是拜猪啊，庙就叫家家，他的种族叫家族，把居住的地方，现在的高楼大厦哈，也是猪住的地方呢。因为什么叫肉楼？就是求子的猪年的时候的地方啊。现在的吊脚楼有没有？广厦楼啊，下都是猪住的地方。所以支那人是猪的传人哈，这个农民哦，在中国养猪哦，嚯，养得很有心得啊。他把他的猪通恰凉恰风啊，嚯，恰个偌水的呢。唔过哈，嘛是爱抬，对不对？伊敢会变作凉？咱一寡乌道的无，嚯，做爱个身躯顶头恰凉恰风的无，敢会变作凉？同款的，那就是愈无信心的人哦，吃愈乌啊，你知道？愈无信心的人哦，吃愈大尾。中国吼，饲4亿7000多只猪，占全世界一半，所以真好饲猪啊。啊，不过恁知哦，猪是饲面的呢。安怎讲饲面？因为猪吼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
猪哈、哦、眼睛不需要长太好，他鼻子长好一点就好。所以哈、哦，你跟你讲哈、哦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时候，你嘛无感觉啊，因为我看不见。这敢有共？这敢共款？这才两字尔，这四字安尼有相共。所以小英咧讲的时阵啊，佮拜托恁个饲小猪的时阵啊，吼，大家佮伊小抢，拜托帮我养小猪，养大一点。真诶人吼、哦，真正是可怜。英文佮英九也分不清楚，英九也等于英文，啊，英文也等于英九，都跟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同款意思嘛，是跟他差伫。英甲九甲英文，迄敢若无啥共安尼尔。其实讲起来，因两个拢嘛共款，拢嘛伫个中华民国底下。上可怜的就是支那人，安怎可怜？因吼汉满门回战吼搞不清楚，湖广克闽疫苗吼因嘛搞不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皮肤都港色啊，无像曼德拉呢。曼德拉黑白分得很清楚，我是被种族歧视的，我是黑人呢，很容易。但是中国人，你是汉族的，港色的，伊唔知伊去用欺负啊，伊唔知伊做奴隶。所有的人啊，拢咧当龙的奴隶，啊龙呢是满洲人，啊所以啊，你们搞不清楚，分不清，因为因啊目睭。不要搞太清楚，为什么？从小就把你教你要孝顺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孝顺？要孝顺皇帝啊！文献会哈、啊，在台湾通志来对哈，一共啊，在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下命令哦，台湾的平埔族哈、啊、要征法节变，实施世姓，所以哦，拢台湾呐、啊，这平埔番拢。改名换姓，在雍正八年的时候，六十几万人改名换姓，啊，接起的钱呢逐破，四十八年的时候，人数又增加为九十一万人，血统大乱，所以真多人吼抗议啊，甲清国政府讲，袂使，安尼吼，阮吼会甲因共祖公啊，所以。因为种族优越感马上就出来了，因讲啦，我们袂使甲反港祖公的啦，台湾遐拢平埔番呢，高山番呢，我们也会使甲港祖先呢，对吧？所以哦，因为种族优越感马上就起来了，伊讲恁也会使甲阮抢奴才的位，阮汉人啊，做奴才是做几啊千年呢？敢有人蔡文教伟大会当做奴才做到将家己自宫？什么人有遐伟大？敢若汉人尔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公公啊，无一个是满人呢，嘛无一个是客家人呢，敢若汉人尔呢，无人敢抢位呢。所以吼、哦，因做奴隶是足会起的呢。所以咱要甲因抢做奴才的位啊，无可能啊。咱台湾哦，其实文化较早就有啊。这是伫日月潭、日月潭挖出来的蝌蚪文啊。所以，咱的蝌蚪文是比东夷文化搁较早哦。甚至啊，伫龟人吼、哦、和平岛遐挖出来的太古文啊，嘛比东夷文字搁较早。伫和平岛遐挖出来的太古文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石碑啊，一个挖出来了吼、哦，马上被日本的京都博物馆哈，跟上登去日本，这是早于衡山的玉王高楼哈，高楼文体应该在五千年以上，显示台湾的历史文化应该有六千至一万两千年以上啊。基隆和平岛出土的太古文的石碑哈，属于蝙蝠文字蝌蚪文的前身，而蝌蚪文又是接纳金文、铭文这。中鼎文哦，即系前身，比衡山啊，即系更加早。
所以咱台湾的泰国文吼，是东夷汉字的始祖。这就是泰国文迄个石碑，伫和平岛挖出来哦。啊，日本知影伊这是宝贝，吼，马上再登去日本。啊，这是伫朝陵古道的虎字碑文边啊，迄石板文。所以咱台湾是足早就有文艺啊，是差伫真正歹学，歹学吼，无时间通学。这泰国文哦，伫和平岛遐挖出来。较早的泰国文，这里叫做啥？你知道？这两字叫做洗刷，洗刷就是象形、象意又象文，象形、象意又象音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这两字哈，就是咱咧行路哈，伫草坡咧行路，洗刷、洗刷，就是这两字啊。这两字洗刷就是紧行的意思。是不是象形、象音又象意？所以咱的台湾文、台湾字吼，早就有啊。咱较早，咱的音有八音无？咱台语有八音，就是为这个来啊。用八动物吼，都会当代替啊。咱所有的台语吼，拢会当用这八音个代了。狮虎八臂，狗狗抢鹿，哦，这八音吼，拢会当代了咱所有的台语音内底。咱台湾哦，自古早都知影日月是空壳的，日跟月都是空壳的，有无？最近科学家才研究出来呢，讲月亮是空壳的，有无？啊，其实日头嘛是空壳的。咱台湾话吼，好听伫遮。咱台湾话毋是闽南语哦，台湾话是台湾话吼。阿香啊，甲阿芳啊，去香港买香真香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那是用北京语，啊，普通话讲下的。阿香和阿香去香港去买的香真香，拢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因的话歹听，五音不全，原因伫遮。咱台语吼八音，啊，咱知影，什么叫做香港？其他人的港吼，拢差不多啦，拢香港。咱台语咱就知影，什么叫做香？垃圾港就是香港，对吧？啊，讲因北京话讲起来就敢那真好听呢，香港，做垃圾的港叫做香港啊。咱台语哈，其实是足好听呢。伫个东印度公司哈，伫个一份报告内底讲哈。喜来雅语是一种愉悦、平稳、有节奏且异常优雅的语言哦。这是东印度公司的迄阵啊，伫台湾研究就知影了。喜来语内底吼，伊这阿立祖吼，就是讲咱一般的迄阵啊，咱的神，台湾人的神，台湾真侪神吼，拢是在祖先拜祖先哦，这阿立祖。阿立祖吼，唔是拜迄个翁啊，是咧翁啊内底迄个水。就是这哇，这翁啊内底的水，就是祖灵啊，这是阿立祖，哦，这是边部族个，甲西拉雅拢安尼吼。啊，咱台语叫另外一半做牵手哦，较早牵手，牵手唔是干呐，达波叫达波的合作牵手呢，太太嘛使叫先生合作牵手，啊一点啊暧昧都无，哦，牵手真好听。哦，较早是人际社会嘛，母系社会，咱台湾吼，查某囡仔若看介意这个达波，我就来牵你的手，甲槟榔哦，放咧你的落地啊内底，安尼你就知影讲，两个有互相意爱。哎，很久以前，但是确实是这样啊，对吧？啊，可以在等牵等于咱到约会，啊、哦，约会了，嗯，这个好。你赶快回去来提亲哦！啊，那用了拍用，再见。在西拉雅哈社会哈，一种母系社会嘛，男性啊必须要入赘到女方的家庭哦，而且哈生孩子还不能随便乱生哦，要超过三十几岁才可以生哦。你太早生了哈，阿姨啊会给你打掉。
这就是咱迄阵仔编报作个希拉雅的吼。啊，希拉雅有一个迄、那个方向哦，就是因拢拜地基主。哦，恁这个恁一般真个咧拜的时阵，地基主拢另外拜。哦，地基主，这是台湾才有的神啦，中国是无这种地基主的神啦。哦，按甲恁讲哦，哦，咱这祖谱哇。祖父拢偌准的，因家己讲的哈。祖父呐靠得住哦，母猪会上树了。祖父事实上是错得离谱，因为迄阵啊哈，真侪人哦，因为试信了以后，我要接到好的主啊，哦，祖公爱做一个显赫的啊，哦，阮祖公是做大官啊。啊，叫迄个也要写字的啊，哦，甲写一个较好的祖。就是由伊安尼来，啊，四姓了，伊就中国人就足切啊，足切咱番啊，咱只会番吼，咱会使甲因讲讲做工对无？这吼，这只牛吼是美国的一只母牛啦，它的名字吼叫做密尔克谢克，它是八岁咯，但是吼，问题是啊，他自己不认为他是一条牛，他认为他自己是一条狗。你的饲料如果没有放在盆子里面，他还不吃哦。他所有的好朋友都是狗，所以他拒绝吃草。问题是哈，伊不要好好，伊搁个安那叫拢是猫猫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不是狗，但是被狗养大了以后，他认为自己是狗了啦。我们被猪养大，被猪教大，不要变成猪了，知吗？这哈，台清一通知来对哈，伊就写哦。台湾赴祖国洪福之地，无通中国名，叫做中东藩。明朝的时候，红毛啊藩哈占属日本。清顺帝的时候，才去定兴宫占。所以哈，台湾早就属日本了。这清国的人拢知影，这就是那本啊《大清一通志》来对顶头写的。台湾府自古洪福之地，无通中国属日本，哇！啊，郑成功哦，其实郑成功嘛日本人，恁人就是讲郑成功甲恁教你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是假的啊。实际上，郑成功是100%的日本人嘛，郑芝龙就是倭寇嘛，这咱大家拢知嘛。倭寇就是海盗嘛，海盗绝对没有哪一个国家说承认他是我的国民啊，对吧？当然我都变成海盗国家，所以哦，郑芝龙是没有国籍的人啊，没有国籍的人娶一个日本某，伊就变日本人啊。啊，日本人甲日本人生一个，当然嘛是日本囝。搁伫日本大汉呢，也是武士刀呢，对不对？那也是清国人，伊拢嘛甲伪造呢。哦，这郑成功，迄阵啊，清国属于这官服。其实哈，郑成功伫日本出世的时候，唔哪一个呢？伊还有一个小弟呢，伊个小弟个名在。田川七左卫门，郑成功的名叫田川福松，这在日本哈，因为家族还搁在日本哦，庙还搁有啊，这拢听我去查的哈，这在台南啊，讲啊郑成功的纪念馆，这是拢在甲恁骗的哈，郑成功哦，这是开台第一个日本人。这当然要写在册里面嘛，本来他的那间庙叫做开山神社，国民党来了，那个开山神社顶头顺便给他打党徽去，所以郑成功是一头一个开拓日本的那台湾的子弟，所以清国他知道台湾是日本的嘛，你既然要打赢，没归去，
台湾个朋友纯属挂号你好啦。伫马关，伫马关条约、下关条约喎，都纯属个挂号呀。挂号日本天皇了，是安怎？就是因为吼，因清国认为台湾吼，台湾这人吼足歹，因为咱台湾藩吼，咱这藩啊吼，男无情，女无义，鸟不语，花不香。所以这歹所在，紧挂挂好人好。这就是马关条约。马关条约顶头哇，伊就写个真清楚嘛。大清帝国大皇帝，啊个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订这个合约嘛。订这个合约了后，当然名是改好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迄阵啊签约的所在哇。这间春帆楼哈。春帆路这间，啊，因伫遮签约哇，签约了，这就变纪念馆，这叫日清讲和纪念馆。咱台湾吼，虽然较早离袂记了，不过啊，西班牙人甲荷兰人来台湾的时阵啊，将迄荷兰语吼炸入来台湾，伊则将荷兰古语的迄个圣经吼。圣经啊，再来台湾，再来台湾了，伊嘛伫台湾传教，所以伊就那个翻译，翻译成咱台湾话，这就是咱台湾话，白话字啦，白话字吼，看起来足像英语的，即卖真侪迄个长老教会的阿嬷拢读这白话字的圣经无？哦，因个孙啊拢讲阿嬷，哦，你足厉害呢。会晓读英文呢，佮读个拉拉叫，佮会晓佮翻作台语。其实吼，这是白话字啊，直接读白话字就是台语。哦，迄阵啊有翻两本，翻马太福音啊，佮迄个约翰福音。不过啊，即马剩马太福音伫，约翰福音啊已经拍无去啊。啊，这就是迄阵啊新港文有无？新港文。看起来就是白话字啊，白话字吼，迄阵啊咧签的时阵，啊，佮含汉字斗阵签约，安尼吼，佮翻译过来，这是新港文啊，新港文吼，咧签的时阵，大部分嘛拢查某囡仔签的呢，为什么？因为查某囡仔才有继承权呐，查某囡仔才有权利，女孩子吼才是。土地的那个所有者，所以在财产哦，特别继承人的身份哦，拢用这个新港文写，新港文就是白话字啊。啊，新港文有一个特点，咱台湾哈，台湾较早咧算数哈，有一个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什么所在？咱哈365天哈，一年365天哈，咱写是安怎写？你知？写三个一百，六个十个，五个一个，安尼就是365天。这是咱台湾较早特殊的计数方式。啊，其实咱台湾吼，有以我查到的资料，拢总有32族的。哦，最近这几族啊吼，较造出来。啊，那官方承认的吼，即马大概有18族啦。啊，不过其实上大的两种伊拢无写，上大迄两种吼，永远拢报袂掉啊。存款不足的，啊个不满足的，迄两种吼，伊拢无写。这两种上大种，即个全世界完迄两种包括内底。所以吼，要做台湾人吼，唔是遐简单嘞。要做台湾人，唔是讲吼，恁爸是台湾人，你就是台湾人啊呢。嘛唔是讲恁祖妈是台湾人，你就是台湾人啊呢？爱摕证件快看，哦，你的证件敢是台湾人，才是台湾人。刚才你的学生证嘛，我是台大的学生，哦，你穿制服哦，台大没有什么制服呢，台大你要摕学生证再看，对吧？哦，你是台大学生，哎，对对，你台大学生证，台湾人，你们要摕台湾人的身份证再看，知道吧？你摕普大的学生证要准过，无同哈，同款拢大无唔对啦，无同啊。
民进党上爱甲咱讲这句话无？哦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啊，乱乱讲啊！干那安尼的，美国嘛是美国人的美国啊，啊，日本嘛日本人的日本啊，迄无什么意义啦。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，迄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我那伫个台塑咧加油嘛，做加油工啊，打工啊，一个小时105块无。我都会使讲，哦，台塑是我们台塑人的台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若伫中油打工诶，我都会使话较大声。中油是我中油人的中油，那个台湾是我台湾人的台湾，有啥无共？共款。问题就出伫对，你讲你是中油，你是中油的，你有没有中油的半张股票？还是台塑的股票？我无半张，我刚才在打工诶。有啦，你真爱中油，真爱台塑，你没有拥有它哈，除非你拥有的股份超过王永庆，对不对？安尼你就会使讲，嗯，台塑是我的台塑，对吧？足简单的嘛。啊，中油是我的中油，因为我股票很多，安尼你就会使讲，对吧？啊，我很爱哈，很爱没有用啊。所以哈，这拢是感情呢，感情无代表什么呢？感情未分福利啊！你啦，迄股票吼，股仔股利未分哦，你啊，这样恁祖嘛是台湾人，你未变做台湾人吼，一定要有身份证才会算哦。全世界拢同款，你要倒一个人，你再摕伊个公民证，你才会变伊个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国上后讲这句话无，台湾人才会爱台湾呢，乱讲。全世界所有人都爱台湾，这就跟林志玲同款啦。咱秘书长小妹无？林志升云小妹啊，哦，全世界哦，所有人都做爱林志玲诶。为什么？足水诶嘛。咱台湾的所有人查甫嘛，拢做爱林志玲，对吧？爱无代表什么？哦，爱不一样。美国人、日本人、英国人，拢嘛会甲伊讲，哦，我足爱台湾诶。甚至我也可以很爱夏威夷啊，对吧？夏威夷度假 很好的地方啊，我甚至可以很爱那个波多黎各啊，对吧？那个都是感情，没什么意义。胡锦涛也很爱台湾啊，温家宝也很爱台湾啊，对不对？奥巴马嘛就爱，所以哈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关系哈。所以钱人哦，最爱讲白贼的话。今仔人吼，上后讲白贼，就是伫个历史顶头，伊个历史吼，拢真侪是白贼的，伊个字都读个嘛，对吧？历史是要创啥用的？历史就是要见往开来了。下面有这见往开来，见察以往，才能开创未来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连以前都不能见察，啊，你怎么开创未来？你以前都是假的。那，啊，你们怎么开创未来？所以你就没有未来，没有未来注定要灭亡。所以中国这个国家炸万拢爱未亡，因为拢讲白贼嘛。自细汉你就甲你教讲，八年抗战对不？哦，八年抗战，八年抗战是向甲向前。八年抗战其实正经八年抗战嘛，无干四年尔啦。中国甲日本吼，这八年抗战啦。啊，问题是抗战那美利高来咧轰炸台湾，咱是甲美国战争咧，咱台湾是迄阵也是日本的土地咧，咱是日本人咧，所以是甲美国战争咧，唔是甲中国战争哦。中国迄阵连烧战都未赴啊，伊敢走都未赴啊，哪有用哪有战争？中国人讲伊拢嘛讲伊八年抗战，对无？敢有抗着？八年都嘛咧走咯，那有抗着，对不对？抗战就是要抵抗，叫做个抗战。那八年叫做跑路啦，哦。伊拢个甲恁教讲吼，台湾的刘铭传起的无？啊，刘铭传起的铁路，那会靠左边行。日本的车，你若去日本，你就知影，因塞车是靠左边行的，所以吼，铁路是日本人起的。
甲咱讲这红叶扫棒队啊，吼、哦，迄阵我细汉的时候嘛，最爱看红叶扫棒队呢，半暝啊就爬起来看，哦，偌伟大呢！结果唔知影讲人日本人砍弄的，人早就每一间高中就拢安尼啊，那有像红叶扫棒队吼，偌、哦、刻苦耐劳的，甲咱骗讲这横贯公路是农民起的。农民偌伟大呢？吼、哦，四季了穿鞋底啊，伫长春池遐咧摆，啊，这日本的相片。这日本人去的横贯公路了，吉奈来去牌楼了，哦，牌楼去个足水的，有无？去好迄天哦，佮举行庆祝典礼呢，佮放烟火、放炮。去这个牌楼作祟的，上爱讲白菜话，你知影无？这碧潭大桥哇，碧潭吊桥啦。我较早住伫遐的时阵，吼，拢嘛唔知影讲碧潭吊桥是日本人起的。我计是国民党真正遮厉害。这个桥头顶头，民国25年8月竣工呢。啊，你有感觉奇怪无？哦。国民党偌厉害呢？民国25年，还搁咧伫中国啊咧走路呢，伊有法度人来台湾起这条吊桥呢？搁提早一年完工呢？我有搞，真叫搞吼！因为他这个本来是天皇盖的了，是啊，所以他说谎话嘛，啊，说谎了以后他又做的不是很漂亮。这船你去看吼，还搁伫个哦，嗯，船还搁伫个，伫个桥头吼，吊桥的桥头边啊，你甲看。刚讲无缝吼，舍身取义哦，国小咱拢有读到啦，啊，即卖无啊，即卖去除掉，因为伊迄是假的嘛，人家突破了吼，不得已删掉。咱细汉读的时阵讲无缝哦，穿红衫叫山地啊出潮，看咱台湾人台湾番偌用。台湾番吉那人哦，足惊呢，惊人去甲出草。啊，不过迄是假的故事哈，你们人皆是无缝真的哈，无缝我那假的，甲电线工同款，哦。这些拢已经伫个课本顶头已经去除啊，哇！这個、叫做台北大学啊，台湾大学啊，啊，其实这个名，伊正名叫做台北帝国大学。这是迄阵啊，咧民进党带人去抗议的时候，吼、哦，去用打这個台北帝国大学哦，唔知当时啊去用打去，唔知影。等到发现的时候，吼、哦，两个警察赶紧去拆个，因为伊的正名就是叫做台北帝国大学，唔是叫做台湾大学啦，啊、哦。因上爱甲恁讲大陆了，哦，我明天要到大陆去玩。你爱敢问讲哪一个大陆？是美国大陆，还是南美洲大陆，还是欧洲大陆？敢问我清楚？唔通哦，迄个大陆哈搞错了。全世界哈，只要比格陵兰岛还大的，都叫做大陆。啊，全世界总共有6个大陆啊，千万不要说那个大陆啊，这个大陆哈很大，但是大不代表就一定是只有你啊，其他人也很大。这条歌嘛，那么定真熟嘛吼。万里长城，万里长长城，外面是故乡。俺唱过了10年，你嘛无感觉奇怪。长城外面才是你的故乡诶，啊，你是虾米人？你一定是蒙古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足简单了，你的故乡在外面嘛，一定是蒙古人啊。伊那个个。只要有恒心，铁杵啊可以磨成绣花针，足简单嘞啦！你免用铁杵，你就嘛用铁线得，你家己去磨。铁线用最细的，看你能不能磨成针。铁线绝对不可能磨成针啊！为什么？因为铁太软了，想嫩磨都磨做尖，只有钢才行啊、哦！中国人不会炼钢。吉那人哦，刚才要修陶啊，修陶瓷啊，啊养蚕啊，还会放冲天炮，对不对？
因吼上奇怪就是吼，铁工有分好铁跟烂铁，铁就是铁啦，没有什么好铁烂铁的哈，铁就是铁啊。因个一个上好的观念，上歹的观念不是上好的。好铁不打钉，对不对？好男不当兵，啊，好男不当兵要怎么赢啊？好男都不当兵了，你修剪一点输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他人战争唔爱赢过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唔拿这个原因，搁一个原因就是因未晓练钢，不会练钢哦，当然没有宝刀宝剑啊。所有的宝刀宝剑哦，通通是进口的。唯一一把诶尚方宝剑的，皇帝迄支，嘛是进口的。所以他们打仗从来没打赢过。你用冲天炮可以射死人家吗？冲天炮也射不死人家。所以在1864年的时候，清国政府拜托这个丁维良跟翻译这万国公法。所以清国人懂万国公法以后，他的国家就不会灭亡。为什么？万国公法里面，万国公法会保护你。啊，你不要以为千国已经灭亡了，千国还没灭亡，千国被中华民国继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华人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，很简单。所以你们讲的话是满洲话嘛，对不对？满洲话跟我在普通话嘛。所以啊，你要懂法律，万国公法一懂以后，满清帝国就没有灭亡了啊。所以现在在管中国的那些人也一样都是满洲人。法律是保护那个懂法律的，你如果不懂他不会保护你。法律没有在讲感情，千国人都懂万国公法，所以中原人跟河洛人、汉人、客家人、广东人这些人都灭国去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不懂万国公法。所以河洛人啊、客家人啊、广东人，这些人拢灭国去啊，拢去哦，满洲人灭国去啊。这都是汉人有无？啊，咱也知影，行棋的拢哦，楚河汉界有无？就是楚国跟汉国咧相争啊。因只一块啊土地尔，啊，即马规个中国是遮大呢。所以讲汉人吼是多纯种的哦，要甲恁骗的吼。因上离谱的就是怎？这人哦，拢是外国人哦。汉高祖刘邦，这是东夷人哦。隋高祖杨坚呢，这嘛是外国人哦。这个契丹人哦，李渊呢，李渊这是八大柱国之一啊。元太祖啊，这是成吉思嘛。成吉思哈，应该你加工，你有这啥物啊？成吉思汗。汉是尊称呢，大王、皇帝的意思呢。啊，他把你灭国了以后，你还叫他成吉思汗，他的名字叫成吉思了啊，不叫成吉思汗，不要搞错。他的孙子忽必烈，明太祖，明朝是信那个明教的嘛，对不对？明教也都是回教了，皆拢杀人魔王。噶汉人哦，拢太大呀！啊，恁个叫伊汉人叫伊啥？汉高祖、隋高祖、唐高祖、元太祖、元世祖、明太祖、清太祖。噶你灭国，噶你太死啊！噶你太人啊！噶你强奸啊！你叫伊太祖，啊，恁这个民族伟大。要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你去用强奸啊，你爱上强盗啊，所以哈，他们还自认为蒙古是华夏支那的一个朝代。蒙古人敢会安尼讲？蒙古人敢会讲？因是中国人，因是支那人，因都无咧衰个，对不对？支那人是互阮拍败。是阮的奴隶，
全世界嘛拢知啊，对吧？因为蒙古啊，拍去个欧洲嘛，对吧？拍去个欧洲人，全世界拢知呢，拢知影讲这是世界史呢。欧洲遐多一个国家讲蒙古是阮的朝代，互你灭国去啊，佫变你的朝代，那有可能？全世界敢若汉民族常用，吼、哦，叫拍败了，马上归来叫太祖，作用的无？楚国吼，伊是百越族人哦。大隋帝国是突厥人哦。大唐帝国是八大国之一的朝鲜鲜卑人哦，蒙古人哦。蒙古人灭了大宋以后啊，那时候为什么灭大宋？因为大宋帝国是上承中国的啦。迄阵啊，唯一的一个清官包青天哦，就是大宋朝啊。啊，这拢外国人嘞，啊，倒一国管上好？唯一的就是宋朝的时阵，大宋帝国迄阵管上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迄阵出一个包青天，五千几年的历史讲出一个包青天，你啊讲吼遐伟大啊！人即马全世界所有的法院、遐的法官，每一个拢足清廉的，干那因这个干那出一个尔。所以吼，乌狗遐吼，伊的目睭是清明的，对不对？敢那曼德拉，伊足清楚的呢。这狗遐吼，伊是清明的，因为伊看无，伊只要偏微了啊。这红蚂蚁吼，将伊的尸带抬死了，将伊的体液抹伫伊家己的身躯的，啊，将你这个囝拢掠转去伊的遐，伊的收的，甲你饲大了，你这个黑蚂蚁啊，都要去讨食来互伊食。曼德拉就不一样，曼德拉以黑白分得很清楚、哦、他知道他在当奴隶，黑蚂蚁瞎的，所以他分不清楚。但是、哦、黄种人、哦、更不分不清楚，黄种人、哦、汉满蒙回藏、哦、你全部都搞不清楚，因为通通是满洲人在管。今天人吼，拢无可能是汉人啊？为什么？全世界吼，即四周围吼，四周围拢是汉人。哎，帮我调一下来。汉人本来住伫遮嘛，叫做洛阳盆地不？洛阳盆地遮拢住汉人啊，四周围拢是啥？东夷、北狄、西戎、南蛮，这番呢？啊，番轮流给你统治啊！你还够有纯种的哦。这些人哦，土地大，人口众多、哦，轮流统治今啊。所以哦，这汉族早就灭亡了。哇，这搬迄出电影《包公》啊，讲。无法度啊，等于找因母啊，讲找这支尚方宝剑出来。这支尚方宝剑讲哦，会当上斩昏君，下斩朝臣。我讲这嘛是假啊，有倒一支尚方宝剑抬倒一个皇帝，无可能了啊！全世界学者吼，拢普遍吼认为是十一世纪的宋朝啊，这是汉人的朝代。宋朝吼。十一世纪，全世界迄阵啊是上大的国家哦，因为迄阵啊政治清明啊，因为有包青天呢。迄阵啊，宋朝啊，伫遮哦，开封伫遮，哎，开封府在这里。问题啊，你不要以为包青天是讲满洲话的，包青天绝对不会讲满洲话哈。包青天讲什么话？因为这边是河黄河跟洛水的中间，叫做河洛话，所以包青天是讲河洛话哈。你唔通就是讲即卖普通话，哦，咱看电视看伤久，头壳叫碎去啊！啊，包青天是讲河洛话哈。这个、包青天哦，你看他演绝对都是讲国语，对不对？还卷舌的哦。
尚方宝剑，讲如朕亲临。他伊绝对唔是讲满洲话，嘛唔是讲北京话，嘛唔是讲普通话，因是讲河洛话啊。迄阵啊，南宋哇，宋朝伫遮，遮是北宋，北宋去有金国给灭掉呀。啊，金国又被蒙古灭掉了。南宋呢，跟蒙古哈最后一战，对不对？矮门山海战。最后一战的时候，建一个西夏王国的皇帝啊，被那个宰相背着投海自尽，因为打输了嘛。唐朝哈、哦，这李氏家族嘛、哦，不是汉人的，对吧？伊是伊阿公哦，是第八大柱国之一的嘛，所以啊、哦，因的名号叫天可汗、啊、所以因讲因是唐人不？全世界出一个国外，拢有唐人街无？唐人嘛，唔是中国人，唐人嘛是属外国人。为比较属中国的，就是真正是宋朝啦，哦，宋朝，因即马个宋江镇无，就是我迄阵传来。啊，中国人看偌可怜，五千几年间出一个清官，包青天，为了一条剑，尚方宝剑。莫怪，人日本人的武术都是每一支拢宝刀呢。应该迄支尚方宝剑呢，莫怪拢剑输嘛。输也无，永远咧拍输，永远咧走路，就是这個原因啦。庄稼人永远咧拍赢，就是这個原因嘛。因为有宝刀宝剑啦。唐诗三百首哦，迄阵啊嘛是爱用河洛话呢，你唔通用北京话唱呢。唐诗三百首。用北京话唱吼，未押韵哦。用河洛话、用客家话、用广东话，它拢会押韵，都是刚才用北京话，它未押韵啊。这都是李小龙哦，伊那么一个当拍几六十个，唔过吼，真啊人真正是安尼啦。你唔通就是大家拢像李小龙哈，李小龙那是已经是美国人啊。真正的汉人是这种的，拢属鸦片的。外口外国哦，有个唐人街哦，没有汉人街呢。汉人是到什么时候才出现？共产党跟国民党在统治中国的时候，才变一个汉人出来。无较早是无汉民族这个字呢，较早有唐人，没有汉人。啊！因个创一个啊，皇帝出来恁拜，讲较早恁拢是炎黄子孙，皇帝是道教的神呢，啊，给你创这个，让恁去拜，哦，恁就皆是恁真正是神的囝，这是咱台湾的高山族的，咱高山族的是作用的呢，专门咧出草的呢。那有通啊？才因这，因这是专门咧做奴隶呢，做几落千年啊呢，做甲足惯势的呢，做甲听我家己自讲啊呢，所以咱唔通我甲因抢啦，咱唔通我甲因抢奴隶的位吼，奴隶互因去做得，对吧？这因做奴隶做甲足习惯的，啊，咱无必要甲因抢。这样，因迄阵啊出国去做奴隶，出国去做奴隶。唔是讲你想要出国就会使呢？你原来爱买船票呢？船票嘛爱钱呢？船坐船唔是免钱呢？中国人哦，善到连船票都无通买，爱甲家己卖掉，才有钱通买船票。安尼啊，坐船坐两三个月，坐去到美国做奴隶，去取代黑人的位置，因为黑人那时候被解放了嘛，所以啊，爱坐船去。去铁路去美国搭那个建铁路，去买的时阵啊，人佫给你庆军庆娘呢，因为汉人拢去东亚病夫嘛，所以两个汉人吼、喔、换一个黑人吼、喔，还佫有招啦，人一个黑人会当卖一千块、喔，你这个华工啊，敢会当卖四百呢？在公元哦三百零四年的时候呢，迄、那个慕容鲜卑啊，
一大抢中原，中原就是洛阳平原，现在我还掳掠了数万个汉族少女，回途途中啊，一路大肆的奸淫，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，宰杀烹食。走到义北河的时候，只剩下8000个，他还不敢给放掉，你知道？全部都把它淹死。义北河啊，为之断流，易水河。史书记载啊，这些绝子的军队行军作战，从来不携带粮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要吃两角羊就好了，干嘛要带粮草？打到哪里都有两角羊好吃，干嘛还带粮草？而且哦，晚上还很好用，士兵很喜欢用，对不对？白天可以煮来吃。五胡乱华的时候，对不？就是讲匈奴、鲜卑、羯族、羌族，在少数民族，其实是大族了。因拢抢中国有无？所以呢，去长城啊，长城起起来了，防止你们过来跟抢。问题是安怎？问题是长城起过了千年啊，就秦始皇进前就起啊呢，不是秦始皇开始起呢，是秦始皇进前就起啊呢。结果你敢讲长城外面都是你的土地？这去到倒位，你敢讲都无人要信。恁家的围墙啊，伫个遮。啊，你敢讲外口拢你的土地，你是要甲谁讲？啊，中国人搞不清楚呢。我的围墙在这里啊，外面都是我的土地。所以吼，因中国的历史讲5000几年的历史，那是骗人的啊！你人就是讲遐神话嘛，是历史啊，神话不是历史啊。真正开始有历史的，是为了这个秦始皇才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秦始皇把所有的册拢烧掉去嘛，对不对？安尼本来够历史，历史拢烧掉去嘛。所以秦始皇了吼。叫书同字，我车同轨，币钱啊同币，我讲这个，所以伊主要秦始皇统一啊嘛。所以你唔通就是讲，伊真正有5000几年的历史。盘古开天，女娲补天啊，迄拢是神话哦。后羿射九日，迄拢神话哦。恁哦，若有兴趣哦 ，Google 一下啊。什么叫做哀山之后已经没有中国了、Google 一下就会知道这些历史都会出来。明王之后已经没有华夏了，满清之后没有汉人了。因为为什么？满清也很简单啊，你通通把我留辫子，不留辫子的呢很简单，砍头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所有的人都留辫子啊，所有的人都变满洲人了、每一个都穿旗袍了，尤其女孩子吼、穿旗袍很漂亮嘛，凹凸有致嘛。您哥讲那是汉人的穿的，很不奇怪呢。旗袍就是旗人的穿的哈。文革之后啊，没有信仰了，对不对？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嘛，他们没有神呢，他们现在的庙啊，现在的神啊，都是做样子给你看的，叫样板。给观光客看的，他们自己是不信神的，他们没有鬼神。改革之后已经没有道德了，这是成吉思，你跟你告诉这是成吉思汗，这是满文，蒙古文，蒙古文跟满文很像的。成吉思他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，成吉思汗哦，打去个澳洲哦，加所有的国家绝对无过多一个国家讲哦，蒙古啊是我们的朝代，哦，成吉思汗啊是我们的汉，无可能啊。伊啊拢总有三界西征，灭了44个国家。第二次西征的时候，灭这些国家，
在国家哈，每一国都被他灭了以后，绝对没有哪一国说：“嗨，成吉思汗是我们的太宗，忽必烈是我们的世祖。”蒙古人哈用的是这家，小人回到帕基亚澳洲，因十二万的大军了，将欧洲哈以60万联军打败。看蒙古人有用，莫怪蒙古人听讲打败中国，足简单嘞，因为中国的好男都不当兵嘛。第三摆出征的时候，我这种资料哈，蒙古军短时间的占领叙利亚，打击到叙利亚，一次在路上问他的部将说，什么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？他的部将野心比较少，他说只要养鹰出猎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了。成吉思的不是这样想，成吉思汗说，他说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啊，即在胜敌逐敌，夺其所有，见其最亲之人，以泪洗面，乘其马，纳其妻女，这才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事。所以成吉思汗很喜欢打仗，最快乐的事嘛，对不对？他的部将只喜欢养鹰，所以野心太小了。其实他的本名叫铁木真，铁木真应该叫元太祖，去世在六盘山，他的继承者征服了西夏，也就是忽必烈。忽必烈征服西夏以后，因为西夏你抵抗，所以我下令从皇帝到乞丐全部都杀光。这个成吉思汗你在现在蒙古人起的博物馆，这很大只，很大声，这下面还有车子，这是在呼和浩特的纪念碑，这是内蒙古。所以蒙古人他对不起说他是中国人，只有中国人像热脸贴人家冷屁股，一直说蒙古是我们的朝代。忽必烈台吉那人台多少？台1800万人呢，几乎都快灭光了呢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忽必烈说，我们要把所有的平原啊，所有的那个稻田有没有，通通变成那个牧场，因为蒙古人不会种稻子啊，不会种麦，他们只会种牧草，因为牧草不用种嘛。他们只会养牛、养马、养羊嘛，所以他说要进，他把他们通通杀光了。在汉民众90%都已经被杀光了。四川一直被蒙古帝国屠杀的之前大概有2000万人，屠杀后竟然剩下80万人了。几乎成了没有人了，没有人的地方了，除了山区大概还住人了。所以蒙古帝国的支那境内种族灭绝成为世界纪录，这个还记录在建立世界大纪录里面。蒙古人将这些人分作四等，第一等人是蒙古人，因为蒙古人最勇嘛，对不对？第二等是色目人跟西夏人，还有回回人。第三等是原来金朝统治的所在汉人、噶契丹人、女真人。第四等呢，就是蓝人。下面有这蓝人，就是汉人被征服的地方，南宋的地方，南宋的那边人都叫做蓝人了。其他的各族都凌驾在这个蓝人的地位之上，所以汉人是地位最低的。统治者对汉人的杀戮更是让人发指。蒙古人曾一度想要杀绝支那人，让良田尽为牧场，因为支那人太弱了，这种民族本来想要杀光的，就是这个人
这人叫耶律楚材。耶律楚材是忽必烈的宰相，他劝忽必烈说不行啦，这些人你都给他抬掉，那个禅没人能做，禅如果没人能做，那个禅会远去，没人能纳税金，你留一些人来做禅来纳税金。这就是耶律楚材。耶律楚材是契丹人，这人是老人。契丹人那时候契丹算在阿拉伯世界那边，他们见多识广，所以很老，他建议忽必烈不要把他们灭光，所以汉人很感谢他，感谢他又把他起这个庙给他拜，这个庙都还在的。这是近前的，有那个乾隆赐姓我们台湾的，大明帝国也是一样，大明帝国他们是信明教的，对不对？明教是什么教？明教就是回教。所以二十年的都不管，所以郑成功要反清复明，民国那些皇帝都是残暴的皇帝，哪有可能又恢复了？对吗？十五任的皇帝在位只有三十天，还来不及做，我其他都差不多都那个暴君跟人骗说，在明朝的时候郑和七下西洋，哇，好伟大，盖的船啊多大，郑和下西洋，他叫那条是宝船。我们来怎样呢？其他人他在说宝的时候就是很小只的，才说宝岛就是很小嘛，宝贝啊，就是小的叫宝贝啊，怎么会有船大的叫宝船呢？所以这也是在跟你们骗的哈。其实他的船他说这样啦，说这是郑和宝船啦，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船，你想敢有可能？哥伦布这台船有法度横过大西洋呢？郑和呢？郑和七下江南，七下南洋哈，也是顺风而下呢，顺流呢，连太平洋都没办法出呢。安尼讲，伊的船有这大台，根本是来操蛋的哈。那以比例算起来哈，较像浴缸。我们知道郑和啊，他是信伊斯兰教的，伊斯兰教就是回教的嘛，对吧？伊斯兰国王，所以他每年啊要去那个麦加朝圣，有没有？他的祖先就是这样，所以坐船七下西洋都去麦加朝圣。所以民国是谁在管的？民国就是阿拉伯人在管的，对吧？那些回教徒在管的。清国呢？清国那时候那个吴三桂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是不是说到这么好听？什么叫做引清兵入关？叫做引清兵入侵，对不对？引外国人来侵略你的国家，那不是叫做入关，叫做入侵，对吧？民国也兵部尚书史可法督率啊，在扬州军民统帅抵抗清军的入侵，哦，作用这个史可法。问题是啊，清国给你打下来了啊，好，你会抵抗是吧？全城把你杀光，为什么？你不满我来统治，所以我把你杀光。你们现在只要 Google 一下，什么叫做扬州十日？就是杀光汉人的，把所有城里的人统统杀光。所以支那的历史啊，中国的历史都是这样，我只要打赢你的，全城都杀光，换上我的人，这个城才会变成我的。所以支那的历史都在屠城，这些屠城这些屠
只要上网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找得到。尤其他们都喜欢杀自己人，蒋中正就杀很多自己人了嘛，对吧？现在黄河口，花园口，黄河花园口，因为也阻挡日军的前进哈，他把那个河堤给炸了，炸了以后淹死了几千个日军，结果呢淹死了80-90万的中国人，还有这打人一拳哦，被人开了一枪，所以哦，咱这历史哦，爱较清楚的就是安怎，钱哪会历史拢在变？日本呢，那不是去予美国个迄两粒原子弹个拍败，伊即马变做啥？日本太祖名人天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伊若去予日本个拍败，即马变偌幸福？绝对无可能讲，还搁咧食泡面诶啦！伊那迄阵啊，会晓日本管吼，即阵啊，中国偌幸福咧，做大东亚共荣圈的。伊毋是无呢，满洲国迄阵啊，去互日本管诶时阵，嘛足幸福诶啊！满洲国迄阵啊，是全亚洲啊上进步诶所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日本啊，将满洲国建设得很成功。你敢讲八国联军呢？哦，八国联军好可恶啊！通通来欺负我们中国，敢有可能？你用想的就好，全世界所有先进的国家，敢有可能联合起来欺负你？人都无咧食饱伤闲呢，是安奈有八国联军？就是你慈禧太后，慈禧太后吼、哦、向全世界呛声。向全世界宣战，伊讲安怎？我清国啊，有200万的大军呢、啊，哪有咧惊恁？迄阵啊，八国联军拢总才5万尔。一呛声了，八国联军的人哦，爱去甲因救因的外交官出来啊，开第一枪，开落了200万的大军全散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清国没有好人在当兵嘛。对不对？开头一枪就散去啊，所以清国就搁拍败啊，慈禧太后走咯。这样，连中国人啊，都甲八国联军斗三工，甲八国联军斗下楼梯，哦，恁紧甲拍入去宫的内底。结果咧，拍入去了吼，干日本人无抢，这些宝贝啊，日本人。感觉迄唔是咱的，无咧共抢。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好，一体尽量体，所有的宝贝啊，拢再等于英国的。日本人无安尼做，日本人是诚实的民族，因无咧讲白话的。全世界上啊，讲白话的只那人，其他的国家嘛，拢无人咧讲白话的呢，因为吼，讲白话要付出代价，对吧？你一直跟中国人教讲，哦，台湾跟澎湖是你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啊，拜你要哪收山？所以今嘛，人家讲台湾啊，是我们核心利益，你今嘛改口啊，哦，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，台湾买菜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，买菜是日本的核心利益啊，所以啊，核心利益不代表什么、啊。在马丁米勒哈。伊伫个伊个册内底安尼写，伫个这本册《支那古今》里面哈，伊讲庚子事变那一年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，日本人哈采取旁观的态度，不参与抢劫，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。日军指挥官柴五郎成了民众的守护神，日军占领区纪律严明，北京市民还联名向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愿，将俄国的占领区改为日本占领区。所以人日本人吼，足好诶民族。日本人是足可怜中国人，因为呐，支那人吼做几落千年诶奴隶，日本人想讲要甲因解救出来。为虾米？全世界拢已经黑奴已经解放啦，那会干啦？黄种人还搁咧做奴隶？
所以人日本人有这个神圣的任务，伊就你吼要把东亚吼地方啊成为一个共荣圈，大家拢卖阁做奴隶啊。问题是日本人失败啊，为什么失败？叫两粒原子炸弹炸一个失败去，迄两粒原子弹即马来讲就是脏弹，化学武器，这就是美国犯了战争罪。化学武器原来是战争罪呢。咱今日的课吼，到十点尔吼，所以吼，咱若有兴趣的，恁会使阁看我们之前的影片，或者是说自己上网找这些资料。我这些资料通通上网找的，没有一篇吼是我自己掰出来的，通通在网上。网络现在很好用 ，Google 哈，人工叫做鸡大神呢 ，Google 很好用。哦，所以你们有空的时候要常常呢上 Google 去搜资料，不管你找什么资料 ，Google 很方便。哦，按今日咱时间的关系哦，咱就讲到这，谢谢。